老挝的婆罗拉邦这里啊，这是老挝第二大城市。那我们在六点钟起床，然后做完布施刚才，然后现在呢就逛那个早市。那早市这也是这的传统，很多东西都有的卖，什么都有，很多野生的那种我们很少见的菌类啊，有湄公河上来打上来的鱼啊，还有他们已经烧烤好的这种。不同的像这些鱼啊，你看到很新鲜的哈、哦，然后全部都是鱼，然后蔬菜都是 organic 的，就是那种没有跟人工的饲料种的菜，这里都很多。一直下来这里都很大，一路都很长很长。上楼这个算是很有特色，因为别的地方也很少可以看得到。因为他们能做的东西，能拿到什么？你看那个。番茄都是小小的，然后这些小瓜瓜很小的一个都是，看到没有？苦瓜小小的，这个最好吃了。苦瓜，对，还有一些 小小的苦瓜，都是 organic 的。哇，小苦瓜。